人风行的哦，它叫做 FDA 日本强效水光锭，这个水光锭啊，它一盒的功效就等于去专业的医美做8次水光针疗效，啊，太好了，省钱就省超多的，不用痛，不用见血，只要吃就好了，吃的就好，因为由内到外的保养其实是最重要的，天哪，好省呀。我是思佳，欢迎收看《时尚女人》。我讲到这个美容保养呢，大家追的一定都是日韩啦，因为都同是亚洲人的体质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几位达人，要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日韩的第一线的保养。首先这一位，我们重金礼聘请来了我们的这个保养大师佑群老师。思佳好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佑群。老师，你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因为你去日本算是3天2头就在那吧？对，其实我前天才从日本回来，根本定居在那，你是入籍日本了吧？对，没有，我觉得我一年去日本大概会超过12次以上。那好，那既然老师你这么了解日本，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特别推荐给我们的？其实我去日本啦，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职业病嘛，会先去药妆店看。对，那因为日本人你们知道，他们的生活作息其实都是讲速度高效率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包括这几年流行的这些所谓的彩妆保养的趋势呢，都是强调那种高效率，也就是速效的概念。是，所以今天呢都把大师请来现场，所以就要请大师来跟我们分享第一手哦，最流行的一些保养的小秘诀。一般人想到保养都会想说那就是擦东西，对不对？可是日本最近其实非常流行的一个叫做由内到外的体内保养。所以呢，对，我今天就要来介绍的就是这个东西，在日本现在非常多人风行的哦，它叫做 FDA 日本强效水光锭。它是吃的，对，光它名字取得很好哎，它直接就是 Snow White， 对，白雪公主，就是白雪公主，因为你们都听过水光针这个东西，对，水光针，其实水光锭它的概念是一样的。那我要特别强调的就是说，因为坊间有非常多所谓的水光锭啊，它们的原料或原物料不一定是来自日本哦，它可能是来自别的地方，或者是大陆做的，但它们的所有的五大成分呢，全部是来自日本。哦，那这五大成分，我觉得思佳你听到会非常的崩溃。第一个就是让你崩溃的，叫做爆水玻尿酸。天哪，爆水玻尿酸就可以爆水。爆水。第二个就是胶原蛋白生态，好需要啊，很需要。第三个大家可能比较没听过，但很重要，叫黄芪叶。黄芪，它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粉刺痘都消除的哦，很需要，要。第四个呢，就是这个有机的藻红素啊，这个也很厉害，让你美白，对 ，Snow White， 对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叫做玉米胚芽的这个赛洛美。赛洛美是大家需要的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光是这五个东西，它全部都是来自日本进口，你就知道它的厉害。很真的，我想吃，我也真的非常推这个，因为我自己就是有在用这个。然后刚刚老师前面有讲到说，就是现代人都希望比较快速一点嘛，我自己就是一个很懒的人，所以当我自己皮肤产生问题的时候，我就希望最快见效的速度，然后让它就是变好。但我之前因为我皮肤算是那种比较干的，你皮肤很好哎，对啊，这样你是白的，而且你没有什么细纹跟毛孔哎。我之前很明显是因为我皮肤很容易干，你知道干的时候很容易卡粉嘛，那卡粉的那个细纹是好清楚，然后远远的你就看到哇，好像就是有那种很老的那个皱纹在这边了。然后我换季的时候更容易就是干燥，而且是那种。我身上如果穿黑色衣服的话，是会有皮屑掉的。你是脱屑屑的？我一开始以为是我是不是头发，然后还不是，是我的脸已经干到有皮屑产生了。对，然后后来我就是比如说保湿的时候，我就会擦了很多保湿的。但是你这样没办法吸收啊。对，如果你超级没办法，我觉得我好像戴一个面具，然后就一直擦，一直敷面膜，然后但是它都没有办法有改善。对，然后后来我就想说，吃看好了，有改善嘛？真的由内而外，看看到底会不会改善。我真的不骗大家，三天，我们要马上吃，三天，要囤货才对。三天，对，超。